Thank you.
我是不是要啊？绝对有办法解脱。你这是什么地方出错了？还手背哦，原来真正的解答出来，那不是真正的解药，我已经拿出来给你了。就算你现在要我的命，我也不是一样的话。我不会做你做的。
你不用担心挣不住房，还有薪资，而且这医院有这么多医生，一定有办法的。大姐，既然你哥好不容易才被老爸把几个房子，照理说结交不可能是假的。但是我母亲在运送的过程中，身体一样遭受了效果。你不要以为我在挑拨，只是因为这些空无其有人脉的恩怨实在太多，所以越来越不确定在想什么。你不要误会你的心，我相信你是有心计的。自从有次发现我回来之后，他一直很努力的，没跟我们之间的话聊天。其实现在仔细想想，母亲是一个很好的人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情况，再安排出行计划。本地一名牧师到韩国宣教的时候感染官病住院，家属没有办法负担当地高昂的医疗费和转运费而发起了众筹，希望可以筹集到44万新元接他回家。俄罗斯宣称解放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前线的盐矿城镇索列达尔，击败了大约500名乌军，但是乌方否认。以上是放了一点的快报。老夫人已经回来了，但正式接表示我们家很。
重视这件事情。没错。
Thank you.
金，怎样？你追上来找我讨打？变哑巴了吗？如果不说，闪远一点！我现在没心情陪你玩，怎么在那里挡路啊？
老八，我这个人没有你这么坏心，到处给人家下毒。我刚才给你吃的药，是我坏了人也会怕死，想不到你可以撑这么久。哎，阿福，快带他去厕所，不然等一下这里不好闻。放心了，我一定会顾好他。我也会担心他等一下去厕所，如果拉得太严重，出什么事，我们就对不起他了。走。你不要拉我。大金，这次你真的把老八整得很惨。像他这种人，我这样对付他，已经算对他不好了。大金，谢谢你。老八，我这个人没有你这么坏心。你呢？